作片男星甄子丹，平时除了会在社群分享工作讯息，偶尔也会和大家分享家庭生活点滴，或是晒出和朋友相约聚会的照片。最近他在微博标记圈内好友大陆男星吴京和香港女星惠英红的账号，幽默发文写下老友相见，笑到模糊，透露三人参加中国电影华表奖时相遇。他同时附上三人开心聊天的照片，只见甄子丹和吴京都穿着帅气的白色衬衫和黑色西装，惠英红则是穿着优雅的白色洋装，照片洋溢着欢乐的氛围。有趣的是，吴京后来转发甄子丹这则贴文，幽默发文写下丹哥红姐砸三个在看啥呢，粉丝纷纷逗趣回应，我不知道你们在看啥，反正我在看超帅气的你啊。Bye.